本以为元宵节小王又会来一波皮肤雨，没想到这次总算良心了一回，将在元宵节的前一天上线沈梦溪的免费皮肤龙舞盛年。虽然是勇者品质，但在建模上还是有些创意的地方，比如他的炸弹都换成了狮子头，尾巴变成了鞭炮，游戏中的一技能和大招都是丢出狮子头，对方头上的标记变成了鞭炮，可惜二技能奔跑的时候没有鞭炮爆炸的脱尾特效。但不管如何，免费送的皮肤也不能要求太多，这款皮肤获取方式是通过完成指定任务获取新春许愿币，然后使用新春许愿币进行许愿抽奖，第五次开始有几率抽到皮肤大奖，第八次抽必得皮肤和回城特效等奖励。除了沈梦溪的免费皮肤上线外，露娜六十点券的词语剑心也将最后一次直售返场，错过这次下次就会以抽奖等方式上线了。最后就是2月24日到2月28日2023年12月1日前上线的英雄限免使用，2023年8月1日前上架的直售皮肤限免使用。那么大家觉得这次元宵节的这些福利活动如何呢？